CGN TV 已经10周年了，我们感谢上帝兴起这么多的同工，愿意在这网络上啊为主来发声。这个时代是网络多变化、变化无穷的时代。然而，我们感谢神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我们总相信，人们所需要的、渴慕的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到答案。所以我祝福 CGN TV 中文台能够继续为主发光，在任何的时代时间里面，总叫人来吸引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，因为这个时代就是神的时代。我们看见那需要的更多，在这中文台里面要来看见他们生命的方向跟意义，来彰显神的荣美。主啊，谢谢你兴起 CGN TV。